刚好我就一些日本朋友，他们就像说，哎，没去过瑞典，没去过北欧，要一起嘛，所以我安排的就匆匆忙忙的很多。我们到瑞典，然后去了一个公园吧，骑马打仗嘛。我们去那个结婚那一天，他结婚当天都可以玩骑马打，很好玩嘞。你有玩过吗？然后我陪你玩。结婚的叫他的新娘在里面望着窗子，看他们在骑马打仗。哇，很好玩，很好玩。然后反正就是好，我们祝你白头到老。我们去了一个公园嘛，然后去完公园就去另外一个公园，然后。就去看一下另外一个公园，所以你的意思有多少公园？三个公园，还要去做那个室内的一个小船啊，看风景啊，不要再去公园了。就是从隔壁的玉成公园，然后又到三星公园，再到大安森林公园，再到阳明山国家公园，就这样是不是？因为问题是瑞典只有公园跟这些，就没有什么好玩的。以后大家都还要带他去营区啊。所以我们还要这些，我们去逛一下，然后我还要带他们去我奶奶家啊，还去我妈妈家吃饭呢。谁聊啊？我花机票飞到北欧，我去你奶奶家干什么？看你家道地的那个瑞典家庭的风格啊，不是很好吗？去一下道地的菜，不是很好吗？